位嘉宾同埋传媒朋友，今日嚟到 Lasonda 淡夏雪糕试食会。今年咧 ，Lasonda 咧致力将用料同埋设计都提升到极致。就特登加上由意大利直接嚟港嘅一个材料，准备咗特别嘅口味、革新嘅口味，就系Summer Cool初夏粉色提子味雪糕，仲有型格雪糕车。一年嘅7日就会喺香港唔同嘅热点去派发。今日就嚟到铜锣湾分店，而且我哋今日都请到品牌代言人古天乐。今日请到两位嚟呢度派雪糕啦，喺啱啱踏入夏天嘅五月，为大家送出凉快同甜蜜嘅感觉。而且今次咧系 Lasonda 精心订做嘅提子味雪糕，仲要系粉红色嘅。我觉得着鞋最紧要舒服啦，够轻身啦。我比较中意着懒人鞋多啲嘅，系咯，即系又方便。好方便系。我中意啲懒人鞋比较啲色彩多啲咯，咁啊易衬衫又夏天嘅感觉。